系。云南中凯雷克萨斯三伏天避暑秘籍，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中，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。所谓的伏天儿，就是指农历三伏天，即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。每年入伏的时间不固定，中伏的长短也不相同，需要查历书计算。简单的可以用夏至三更这四字口诀来表示入伏的日期，即从夏至后第三个更日算起，初伏为十天，中伏为十天或二十天，末伏为十天。2018年三伏天具体时间如下：2018年7月17日、2018年7月26日为初伏十天，2018年7月27日、2018年8月15日为中伏二十天，2018年8月16日、2018年8月25日为末伏十天进入初伏。不难感觉，就连四季如春的昆明也渐渐热了起来。那么在这三伏天，最怕热的我们的爱车该如何避暑呢？首先是正确的使用空调，污垢、灰尘等会令更多细菌在空调管道内滋长。夏季空调使用频率高，所以在使用前先好好清理一下汽车空调管道才是正解。如果汽车在停放时遭到了爆闪，车辆启动后不要立刻使用空调，应先把所有车窗都打开，启动外循环，把热气排出去。这样做一方面能减小发动机的负荷，也能保证空调的工作状态。同时在停车时，我们也应当注意尽量将爱车停在有树荫或是阴凉的室内，长时间的暴晒无论是对车漆还是汽车内饰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。如果实在避不开，那么中凯雷克萨斯建议大家购买车型专用的遮光罩，确保车辆随时能够受到保护，不被超强紫外线伤害。云南中凯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，简称中凯雷克萨斯，隶属于云南中凯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验收通过，并于11月1日营业，注册资金3200万元，是一个集整车销售、售后服务、金融保险、汽车精品装饰等全方位为顾客提供尊享服务的汽车 4S 店。公司总占地面积9600多平方米，是丰田中国雷克萨斯汽车指定的特许经销商。公司位于昆明市东三环虹桥立交旁，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，西临虹桥车市，东临机场高速，交通十分便利。中凯雷克萨斯的成立将打破北市区以德系高端品牌独大的局面，将为高端人士的购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。年轻的中凯雷克萨斯将在集团公司的领导下，将以团结拼搏、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挑战。